姐妹们，高端的端水大师完全防不胜防啊！这季心动舞的男四男五登场后，琪琪将心动信投给了高颜值的女四金佳悦，而女四佳悦即使认识了新的男嘉宾们，但是在当晚的心动投信中，她依旧坚持把心动信投给了男二老六，而同时收到两个女生心动信的老六哥，成功的秘诀全靠处处留情。老六原本满眼都是爱笑的女一万万，然而作为体育主持的女四金佳悦来到小屋后，她便立马转头将心动信投给了女四金佳悦，然而厉害的还在后头，老六牢记了女四佳悦随口提到的不舒服。我有点晕晕。血病，我也说。你带药吗？明天我给你带吧，明天我去找一下。因此，第二天的他特地给女四佳悦带来了药。那个咽炎的那个药，我放在那个药箱旁边了。你可以试一下。谢谢。然而他前脚刚送完后药，后脚则是给女一万万送了情侣同款的驱蚊手环，让女一万万开心十足。我可以蹭用一下吗？那你要先问我。然而另一边毫不知情的女四佳悦在收到老六的药后还备受感动，因此还准备给老六送一份谢礼。所以脱离上帝视角的话，这样的男人你会心动吗？而下一期的抓马，我们有人再见吧。